有人敲门呢。开门啊。来了。你好，苏宁易购，请问是王胜男家吗？是。你好，这是您购买的水果。来，我来帮您放一下吧。我来。您可以当场签收，有什么不新鲜，您可以直接告诉我，我带回去帮您重发。没事，我经常买，放心的啊。生活愉快。哎，谢谢。我理解你心情不好，借酒消愁，我也忍着不说你。你到公开化、制度化，越喝越不靠谱了。监听我电话，监控一个人很贵的，国家要花好多钱的。你有啥价值啊？整天窝在家里，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一样。哎呀，你别睡了，别睡，大白天的，你别睡了，你起来吧，你起来出去接接地气儿啊！你给我买把小青菜去，哎，快起来去。我要的小青菜呢？你要的小青菜吗？对呀、啊。豆腐吗？两件事儿。洗衣机有洗的衣服，一会儿记得给我晾出去。电饭煲里有淘好的米，你看着点儿，按一下开关就行。OK OK， 知道了知道了。你快去上班吧。